期待团结香港基金趁改革东风，抓时代机遇，会发展新篇，在服务国家、建设香港上展现新担当、新作为。一是在优质建言諮政上展现新担当、新作为。迈向新阶段，希望团结香港基金继续用好优势资源，把准社会脉搏，汇聚各方智慧，进一步提升研究能力和水平，有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为香港改革创新由治及兴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二是在促进文化交流上，大力的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，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，汇聚各方力量，编好香港制，充分发挥好存史知政育人的功能，让香港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知所从来，坚定历史自信，涵养家国情怀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，在国际上广结善缘，深化互信，传播中华文化，讲好中国故事，让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，更深入人心。三是在培养諮政人才上，迈向新阶段，希望团结香港基金发挥自身优势特色，积极探索创新内部建设管理，研究项目组织决策，知心参与对外交流合作，智库人才培养等制度机制，引领释放全港智库创新发展，形成出思想、出成果、出人才、竞相涌流的生动局面，在香港新型智库建设中走在前列，做出表率，全面建设国际顶尖智库。